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三次碾碎他们。嗯，螃蟹在这里，又是在剑圣中单呢。全军出击，螃蟹一血，螃蟹再萃取能忍吗？那忍不了你也得忍呢，人家还拿了个一血，咋整啊？整装待发。我兜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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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的呢？哎，那你就别吃经验兜。兜。哎呦。这也行。飘闪吧。这是怎么升的级？我靠。这也太狗屎运了。整装待发，兜兜，要迅疾，兜兜兜，别交闪。没完没了啊。那你倒过来呀。兜兜兜兜。就知道丑。我去前面看看路。也行吧，你打两个和气，双蟹开，那螳螂单蟹开，可以接受。要迅疾。闪现不要钱呢。正在报告。啊，怎么多了一只蟹？不，螳螂没蟹开。不好意思，说多了一只蟹。兜兜兜兜兜，你就在那打小兵吧啊！兜兜兜兜兜
兜兜兜兜，哇，差点一下喷死，没给我喷死，吓我一跳。赶紧推过去，我们这大魔王，我得笑他了，开始啊，兜兜兜撇个雷，兜好，回家了，先撇个雷，再撇个雷，再回家了。积木睁眼睛了，发现没？是长官。啊，积木睁眼睛了。原来积木的眼睛是长成这个样子的。宝贝，你知道积木睁眼睛是什么样子的吗？快点剪，手指这太脆了吧。我折了一下这个桌子，然后哎呀，正在报告。Rampage。把它剪掉吧，好疼啊，我缓一缓。先撇个雷，再撇个雷，谁把我雷踩了，再撇个雷，我去前面探探路，给你个致盲，你不会想用这个盾一直来挡我吧，小伙子？你在开玩笑？给你个致盲！我去前面看看路。兜兜兜兜，家了，哎，这针眼谁插的呢？什么时候插的呢？先撇个雷，要迅捷。五级扣，先撇个雷，正在报告。宁可真猥琐，兜想拆我的雷，那不可能。这什么意思？这闪现平 A 是个什么意思？哎，
别 baby bubble 电眼兜闪现兜兜把我拒了呀啊我笑你我笑一会儿的啊！这个小恶魔的皮肤好可爱啊！有情况。一会儿你就觉得它不可爱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这不是小恶魔，这是大魔王。Shut down. Yeah.这是大魔王，不要被不要被我的外表所迷惑了啊！他踩雷了吗？要迅捷。大魔王菲可，我是吉姆，还没蜡石之牙，伤害不太高，等我们有蜡石之牙就好了。往这儿撇一个吧，我去前面探探路，吃你的塔皮。自盲是长官哎这个雷他咋踩不着呢拿下我们已经这无敌了先回家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算了吧，差50块钱直接美甲窃魂券。5-20。你得用 JY 经典蘑菇位置图，什么经典蘑菇位置图？整装待发。不用，这波先把这螃蟹杀了。过来兜他，兜死了，用 E 来逃跑必死，兜兜兜，跑的有点快。375对375，哎，致命点烟，兜兜兜，一个兜 ，A 我，你 A 得出来吗？我去前面探探路。来吧，4层美甲窃魂券。首先，你要想防止赶客，啊，那么第一步，先找到对面的打野。笑他，1、2、3、4，笑他，这螳螂俺们不能野他，打不过他，先吃多死。来，把他眼儿排了。要迅捷。哎，兜兜兜，哎，谢谢你的蓝 buff。
要想防止打野的干克，首先第一步，你得在他的必经之路上种上雷。这个位置是他必须要走的位置，知道吧？他从这边走，然后走着走着，突然之间他可能觉得事情不太对，他可能想跳一下往右边跳，那么你在这儿再撇个雷啊，两个雷，右边这个位置再给他种上一颗雷，哎，然后从这边来的人呢，再给他这个位置再种上一颗雷，基本上我们就不可能死了，嗯。但是这一波我要先上去杀一波无畏战车，走走，可恶，他居然有闪现，简直可恶，我的美甲血魂卷呢，我没想到他敢闪现，我说实话。我残血，他为啥不敢？因为我也有闪现。这只能说他的胆子大，我的反应慢，正常是不可能被他杀的，在我也有闪现的情况下，他这样闪现，他无疑是把自己暴露在一个马上要死亡的状态，整装待发，但是我们的反应不行，我没反应过来，只能说被他赌对了。是长官。来，该我了，来。是长官。该我了啊！呀，我怎么跑这儿来了呢？兜兜兜兜，哎，100块，呀，他抠你，我打死他，兜300块，14层美甲窃魂卷，正在报告，还我的蘑菇没有用，你没大了吧，哎哎兜呀，他有大，哎，恶心你，哎还致盲兜，他居然还有啊！回家了。我去前面看看路。来一个蓝林汉的苦楚，不能带扫描，带扫描没用，我们得带个眼儿。对面4个扫描加1个眼儿，我的天哪！是长官。
压根儿就不让种蘑菇呀，我一看呢。哎，莫甘娜踩了一个，快死了。先在这插个眼儿，一样啊。我们在这个位置插一个啊。他应该有扫描吧？没扫描，那我再放一个。嗯，我再放一个，他走两步再踩一个，我看谁敢过来。猜中了，兄弟们。嘟嘟嘟，你是不疯了？挺疯狂啊，老螳螂。我们已经20层美甲窃魂卷了。投降。